Thank you.
Thank you.
张是不是便宜啊？这个，嗯，我说自己装椅子啊，拆掉吧，拆掉。哦，我改装别的是吧？嗯，你改装什么了呢？房子，房子是吧？那你自己动手搞要搞，要多长时间搞好？两个月左右吧。跑全当店，我出去跑出去玩玩。全国跑。啊？全国跑。啊，记住，下是下水道是吧？还在吗？行，下面是雪山。会的，这种搞这个地方改造房间会，有的人会改造的，真的不错的。改过我看他们有的改造挺漂亮的。搞到这里搞挺漂亮的，挺好的。这空间小一点，不小可以的。出去玩你两个人是没问题的。对啊。你这本身都是坐垫是吧？拆掉的是吧？啊，本身吃饭都是坐垫是吧？座位是吧？六座嘛。对。不是，像这种改装的，叫你看到它会不会管的？有座椅的，只是换一个可以变成床的座椅。啊，不舒服，不那个，不那个。平躺的，平躺的呗。对。对。有座椅，座椅数量不变没关系。没关系的。对，他也不管你是什么座椅，登记的时候他也不会知道你是什么座椅。他就知道你是五座的、六座的。哎，他管你数量的。关于数量，数量不能少，数量少了呢，他就有话说。是的，我一直也想搞个房子，跑全当线。这人多啊！我自己拆了嘛，早上嘛又不想去。那有三块钱？现在有卖啊，直接买那个啊。现在有房子卖。那、啊、是有房子，我知道有房子的。但是他那个动力啊，包括他那个越野性就够。国内买房子没，对啊，他那个动力不行的，营地也太少，限高的地方太多了。对啊，不是我没有买高顶的嘛，我就买中顶，2米5限高栏太多了。对啊，2米5的限高的真正太多了。哎，到处都是，那地方没很多地方就去不了。对，这个有多高？2米2还好一点，2米2的它也有限高，2米2的，2米2的限高它总在2米3左右，过去是过得了的。他不会掐得正好2米啊？是新车吗？二手的，买二手的，重新做漆，重新做漆，重新改装，他就是。买新车改嘛，没什么意思。对呀、啊，肯定这个要买。平时淘宝真的好，真是爽。平时跑到湖边上搞躺椅啊，钓钓鱼啊，搞树。其实大城市住城市什么，天天这样过，不舒服。对。他这个车也买二手车，把它改装，确实是。对啊，会改装可以。睡觉啊，上厕所。反正不会改装不行的。你看他好多出去的一两个人出去的，他小车的都改装的，他坐也可以坐呀，但是没有什么洗手间，那个就是睡觉是可以的。睡觉他也没这个舒服的，这个可以平着全部躺下去，那个就有点那个限制。你看那网上那个小夫妻开的奥迪车，我出游跑了多少地方，外国啊，那地方的。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两个夫妻的孙女，那个叫孙女，她跑了多少国家，花了多少个亿啊？就开车跑啊。她不过她那这个出去要不要到国外去，能跟那个吗？这个不清楚，肯定要登记的，要钱的。啊哦，哦，我就是高小凡呀，我到店里待了一会，明天往家里走吧。队长，拿好了是吧？
Thank you.
我是家宝贝，数据带上我。